4月23日，刘若英导演处女作《后来的我们》举办全球首映礼，由张一白监制，井柏然、周冬雨和田壮壮主演，将于4月28日公映，征战五一档。当晚，刘若英以一身白色西裤配蓝色上衣现身现场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不知道刘若英对爱的理解有没有变化呢？其实我依旧觉得爱情是很美好的，而且我觉得爱情里面就是因为有那些，很多的未知，那些酸甜苦辣，之所以它才那么美好。它不像其他东西是可以预测，或者是，那个坑看到了，然后我不去摔。有些爱情就是你知道那个坑在那儿，你就硬得自己去摔。我依旧觉得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。电影的拍摄地点选在东北，刘若英有什么感受呢？我很喜欢，因为去到那里就是很亲切，很放松，尤其是他们那个东北口音，常常让我觉得就是很有趣，因为我大阿姨讲话就是那样，然后再加上我们两位演员，我觉得台湾口音也蛮有趣的。那你的意思是用这样奶茶用台湾感讲东北的话是吗？尤其是我们两位演员常常在现场都讲东北话啊。对，你们现在看到他们两个对我的态度就知道，其实我在现场真是不好受。真的，今天既然他们两个来了，就让他们讲讲啊，是吧？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可解释的，我就是东北人。周冬雨，你好好解释一下，你这个是一口浓重的。都是因为那个井柏然教我的，他跟我说我必须得说东北话，因为小小和建青就是东北人，要符合这个人物原型。有人物原型吗？对啊，对。过关过关、非凡娱乐北京报道。